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！小心身后！什么？别动！你们这招挺狠啊！ 行了，小子，演得不错啊，还口吐白沫。吃的什么呀？安乃金药片，吉普生生有。没想到吧，最后一道关卡也让我们给破了。是没想到，挺机灵的。不过提醒你们，下次小心着点儿。 看见没有，一个上午，全没人要了。看早上集合的时候，一个个还生龙活虎，你看现在，我们都惨了。啊，我真的是碰到这个养鲫鱼的鬼，一上午崩溃崩溃。哎，你们都训练什么呢？人也能够。你们跟狗打？那不是一般的狗，是能给你心灵带来严重创伤的狗，狂追不舍呀。前面还开着一辆吉普车，你只有上了车才安全。 狗追人，人追车，这种画面告诉我们，只有我们想不到，没有他们做不到。那有没有什么战士受伤啊？不是，我们班好像没有人受伤吧？哦，有有有，那个三班的那个张寒冰，哎呀，这个蠢货真的是蠢啊！他跟我说，他说狗追你的时候，你就蹲在地上不要动，这个狗就会被吓跑了。他说，那军犬能怕这个吗？真是，嗯啊。 然后这个蠢货呢，就直接蹲到地上，那个狗冲过来就直接给它摁在那里一顿咬啊！我估计它现在还在医院里面抢救啊，好蠢蠢的要死！这就是知足吧？你看二班那几个，你一讲的里到里，耷拉脑袋都在你讲的里，都折腾一上午了，最后还得你讲的里三公里折返跑。各位就餐人员请注意，餐厅已被敌方导弹锁定。 别收着了，你疯了吧？没吃饭呢。娘炮！哎，哎呀，冷啊，冷，跑不动了，冻死我了！您坚持住，马上就到了。 哎。
して。今から入らず、どうぞ。料理行こう。お前が。不行了，你先认住。你想想，前面就是你父母，拿着好吃的在等着咱们。到了就可以一边吃一边坐着休息了。注意呼吸，注意呼吸，调整步态，不要被别人的频率给带走。班长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你妈妈上次做的小炒肉。咱们呀，为了我们的小炒肉冲啊！导调中心，导调中心，我是盖亚，请讲。情况怎么样？都还挺好的，他们都挺乐观的。好，不错就好，那就让他们再加加码。现在，可是按照训练大纲。看，我知道。现在这不是作训，而是在作战。马上命令他们改变路线，从 B 区直接冲过去。你们可以选择从这里穿过去，也可以选择绕道前行，但我提醒你们，如果绕道的话会增加一个小时的时间，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选择。走吧，走，来，慢点啊，来，跟上，来来。之前还不是挺反对杨靖宇的吗？怎么现在变成他的忠实的拥护者了？谁的忠实拥护者？我只是觉得呢，他这种实战化的训练是挺对的。像我们这些兵啊，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去真正意义上的战场过，所以呢，我们训练的时候再假模假式的，那就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有道理啊。走啊！咋了？我枪不见了。啊！你别开玩笑啊！
枪呢？枪放哪儿了？刚才打靶的时候你用枪没有？用啊。会不会丢在靶场啊？你别说话，让我想想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找枪啊！怎么了？胳膊动不了了。你的胳膊可以摸到你的头吗？不可以。小萌，我现在建议你结束训练任务。呼叫救援队！呼叫救援队！教官，教官，我能行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别逞强，我真的可以，连长。来，这边不敢，先跟我敢动的胳膊，慢点。咱们本来就是女兵，小心。这男兵的标准要求，我这本来就不够硬了。你的枪我帮你拿来，我来，可以继续吗？小心，可以，好，继续前进，注意安全。你和同学连都不会是最后一名。嗯，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被淘汰，是为了争第一。说得好，这就是我们参加训练营的意义。教官，我们走了。走吧，走。走呼叫导弹中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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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弹中心收到，请讲。导弹中心，我是参训人员于大雷，编号东东五八，有紧急情况汇报。请讲。东东五八，在武装拉练过程中，丢失了手枪一把。我们命令你原地待命，稍后会有相关人员与你取得联系。重复命令，原地待命，稍后会有相关人员与你取得联系。导弹中心，丢失枪械是重大事故，我申请立刻返回原地，争取第一时间寻找。不必，服从命令。在干嘛呀？不走了。我通知导弹中心了。他们怎么说？说会再跟我们联系。行，走。自己找吧。你继续完成作训任务。不是，两个人找肯定比一个人找几率要大很多。天都快黑了，这么大个荒野，一把手枪怎么找啊？这丢枪是大事，能不找吗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现在？你这样可是会被淘汰的啊！我知道。我现在回去，反正也不及格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
正能量于德林，上车。去哪儿啊？回营地。以是对你们丢失枪支的奖励。杨队长，我的责任我承担，这事跟张亮没关系。你承担什么呀？你能承担得了吗？刚上战场就把枪支给掉了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啊！上车！